胖是是懂得分配的。上个视频说到南北差异，这评论区让我想到了胖是。你们就说是不是吧？黑蒜，黑蒜他不吃。荔枝，荔枝他不吃。生蒜，生蒜他不会。从小我就不会生吃蒜。那榴莲茄子呢？死亡，太毒了吧！再见。两个我都不行。对黑蒜的控诉。这怎么算甜品啊？对茄子的控诉。我不能理解世上为什么会有茄子这种生物呢？但以上嘛，一博都可以。榴莲他三口吃完。黑蒜他说没有那么多蒜味了，但很甜。爱荔枝，因为甜。甜，生吃蒜更是吃到神指。至于茄子嘛，肖战不喜欢吃茄子，一博是特别喜欢吃茄子。胖是，孩子再怎么不挑食，也不能这么快看。蝎子吧，小蝎子，任谁买了谁吃啊。此事你比我甜，省得说胖是甜。